好，我们跳舞吧。我不会跳古典舞。没事没事，你输了的话你就跳你擅长的，我输了我就跳我擅长的。我们中间呢？中间的话我们就不要不要随便吧。欢迎飞燕。唱歌我怕把唱歌我怕把你都吓跑了。谢谢逍遥，感谢逍遥。中间就我们就随便吧，就都可以。中间扭腰可以吗？扭腰吗？我刚跳完舞。中间我们聊聊天吧，和家人自己家人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都可以。中间玩点别的吧，那就扭腰吧。行吧，不太会。我穿这个衣服，可能扭的不太那啥，没啥，没啥好看的。行吧。不能唱歌，唱歌会把你们都唱跑的。谢谢然，谢谢然，没事，我唱歌也不咋地。没事，看小贝一个月上头了，谢谢云上，家人朋友们家可以。谢谢大家礼物支持，我们众筹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对面跳古典舞好不好，哥哥。哥哥们，我们看一下对面跳古典舞，给我们跳个古典舞好不好？我没有看过小姐姐跳古典舞。感谢燕子，感谢燕子支持，谢谢。谢谢燕子，感谢梅生。老张，我们看一下古典舞好不好？老张。这样，这音到底是对谁上套？感谢燕子，谢谢人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感谢我们家人朋友们一起学学舞台。帮我放个音乐，谢谢史志，感谢渊哥，谢谢谢谢家人朋友们支持，感谢。不知道是为啥突然。嗨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位观众。啊，这边是怎么回事呢？好。对面应该是卡了，我们就再找另外一个人玩一下吧。对哥哥，我连一下柚子，感觉柚子这会儿人气好高哟。晚上好。哎呦，哦，对面好了我们。晚上好，哎，你怎么？